帮你按摩。哎，但如果你真的忙不过来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毕竟我有总干事执照，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帮你。我不要，你来的话，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，因为我怕我的情不自禁会被大家发现。你在取笑我？我哪有？你什么时候那么爱我？你很烦啊，我要走。爱的包包，我等一下跟客户见面，要出去一下，你不用太想我。那我要再多忙一分钟。我当初在这里答应你要做到的事，我全部都没有做到。我要把关系搞成这个样子，佩涵，对不起。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问错问题了，是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我们在婚姻里都很脆弱，也都不够成熟，彼此都需要反省和调整。是我不好，是我让我们的关系失衡，让你一直很受伤。我以前总觉得啊，所有的幸福都是靠努力来的，所以我努力忍，我努力不惹人生气，我努力不要有要求。我知道你都一直很辛苦，所以我明白了，一个人努力不了两个人的将来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，你才愿意回我们的家？等你想清楚吧，等你想清楚什么是我们的家，你再带着答案来找我跟许宝贝，好吗？我告诉你，除了开会以外，淮安永远第一时间接我电话，回我简讯。可是今天怎么样都没消没息啊！你佩涵，你出来！你把淮安藏到哪里去了？没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佩涵不在，而且这里不是许家，哎，请你维持你做人的基本礼貌，不要在我们吴家乱耍威风。礼貌？哦，跟你这种讲话没水准、行为恶劣的人讲礼貌，你懂吗？我说亲家母啊，我们一直对你都很客气。如果小两口吵架呢，我也都是先骂自己的女儿，那是因为我不想要影响我们两家的和谐，并不是我们真的觉得佩涵哪里做错嘞。哦，我还以为你都会讲道理嘞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护着你自己的女儿。要说到护孩子护自己，亲家母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你们吴家多高尚啊！哈，收拾你们的儿子，跑到我们家去打淮安，要不要脸啊？你口口声声说，哎呀，多喜欢佩涵，多疼他，有多爱他。但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要这样一再的排挤他？哈，一再的折磨佩涵，还逼走他？什么跟什么，牛头不对马嘴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要浪费时间跟你这种人讲话。你们这种亲家，我不要了。这件事根本轮不到你，要不要？淮安是我的儿子，他最听我的话。淮安不只是你的儿子，他还是佩涵啊肚子里面孩子的爸爸。玉梅，做人家婆婆就应该要有婆婆的样子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亲手拆散一段好姻缘。
否则将来等你孙子出事了，他知道了，会埋怨你这个奶奶一辈子的。我爸今天早上态度怪怪的，好像发现我们的事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样？哦，没事吧？我爸应该不知道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可是我觉得我爸看起来真的很可疑。跟你认识这么久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睫毛这么长啊？可爱哦！我买了你喜欢吃的关东煮。哎，佩佩，你干嘛打雨轩呢？你干嘛跟我用一模一样的钥匙圈啊？这个钥匙圈是最近最流行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也用一样的？那你现在知道了还跟我用一样的？你知道我就不能用。不是佩佩啊，你怎么碰到雨轩就要耍性子啊？我有吗？有啊，尤其最近呢，只要碰到跟雨轩有关系的事情，你就变得怪里怪气的。我才不是因为他嘞。不是因为他，这个钥匙圈又不是你吴佩佩专用的。哦，难道真的是你男朋友买给你的？我那男朋友没有，干嘛发脾气啊？我只听说过情人啊才会穿同样的衣服，用同样的东西，甚至于很有默契的讲同样的话啊。我谁跟他有默契啊？吴爸，对不起，我等一下回去就拿去丢掉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有没有男朋友说清楚就好了嘛。用同样的钥匙环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佩佩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欺负雨轩呐。我爸帮你说话，今天就先饶过你。谢谢吴爸。想骗我啊？门都没有。我可是带过几千名员工的老厂长啊，这点小事情还放着瞒得过我？